美國財長耶倫警告國會解決債務上限問題很重要，否則會摧毀經濟復甦。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強調，在眾議院開始行動之後，參議院亦都會確保政府繼續有資金運作。國會最遲今個星期之內必須要通過臨時撥款法案，否則聯邦政府要局部暫停運作，同時爭取時間處理債務上限。路透引述消息說，國會民主黨領袖計劃延長撥款到明年一月中或之後。耶倫曾經是預計，如果未能夠調高債務上限，下個月中開始就不可以發生債還舊債，有債務違約危機。內地製造業活動恢復擴張是三個月以來的第一次。國家統計局公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11月升近一點至50.1，是三個月以來第一次回復至50以上的擴張水平。市場原本預期會繼續收縮。反映服務業表現的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11月跌至52.3，連續第二個月下滑，但是表現好過市場預期，亦都連續三個月在擴張水平。國家統計局認為，近期多項保障能源供應的措施見效，部分原材料價格明顯回落，有助製造業生產經營加快，小型企業收縮情況亦都有改善。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呢，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运行状态的。所以说，总体上来看呢，企业对近期的一个市场的发展呢，总体还是比较稳定和乐观的。过快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得到了明显的抑制，对于减缓下游企业的这个成本压力，对下游企业形成新的这种利润的空间来讲的话，是个比较好的利好。当单位拥有一个极度开扬的大自然景观，而户主希望做到引景入室，将景观融入室内设计，达到互相呼应的效果，设计师会怎做？家居足迹，今晚9:30，无线财经资讯台。拉二胡、吹笛都难唔到年过70嘅五金铺老板，佢同老友每逢周末就会一齐合奏，一圆年少音乐梦。当中追梦的过程是怎样？无奇不有，今晚8:30，无线财经资讯台。将军澳康城站一带的屋苑近期楼价明显向上，一些楼龄较新的二手放盘叫价是怎样？还有没有升值潜力呢？日日有楼看，今晚9:00，无线财经资讯台。有餐饮业界预计，受运输成本加上年底旺季食材需求大影响，不少餐厅年底都要加价最少一成。船运的价钱贵了很多，同埋疫情关系亦都系有部分的食物缺货，就有些加20-30%，有些加超过都有，尽量就找另外一些货源去代替。另外就是要加价，在年底前大概有10%的升幅。内地加强叫车平台的规管，交通运输部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意见，要求加强监测行业的新形态，及时预警垄断风险，加强反垄断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力度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，严厉查处低价倾销、以大数据占熟客便宜、有道欺诈等的违法行为，督促叫车平台设定合理的抽佣上限，而且要向客户和媒体公布，在调整价格、收入分配等经营策略前，要公开征求员工代表和行业协会的意见，提前一个月向外公布。大快活中期小赚近两成，截至九月底止上半年度，純利降至大約5,250万，主要由於政府補貼金額大幅下降，期內收入上升16%，至到近15亿，派中期息每股2.5元，按年減少5仙。大快活話，未來食物成本上升同人手短缺將會成為最大的挑戰，集團將會繼續努力磋商，降低租金的可能性，同時提高其他營運方面的效率。公司又計劃在2022年初前在本港增設4-5间新店。港股曾經跌超過300点，創14个月新低。重磅科技股受壓，美團跌3%，阿里巴巴跌2%，再創上市新低。騰訊就跌1%。
澳門商人周卓華涉嫌參與非法跨境賭博等被捕，旗下兩間公司復牌。太陽城集團跌39%，海星控股跌53%。中國燃氣中期業績差過預期，股價跌19%。工信部要求加快發展晶片行業，預計大數據行業每年增長25%。工信部發表14/5規劃，要求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的支撐能力，加快培育和壯大工業晶片、智能傳感器和工業軟件等的融合，突破核心電子元件、基礎軟件等的技術瓶頸，拓展人工智能、區塊鏈等的關鍵技術，目標是到2025年企業經營管理數碼化普及率達到85%，工業互聯網平台普及率45%等。大數據產業預計規模突破30,000,000,000人民幣，每年平均增長25%。企業軟件收入突破140,000,000,000人民幣，每年平均增長12%以上。未來亦都要加強數據安全管理。內地製造業恢復擴張是3個月以嚟第一次。主要由於限電等的問題舒緩，經濟師關注新變種病毒會不會影響行業前景。電力供應緊張的問題緩和，加上原材料成本回落，支持內地製造業活動3個月以來第一次恢復擴張。國家統計局公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11月升近1點，去到50.1，市場原本預期會繼續收縮。當中新訂單和新出口訂單指數雖然仍然低過50，不過按月分別升0.6和1.9，反映收縮的程度減弱。國家統計局認為近期多項保障能源供應的措施見效，部分原材料價格明顯回落，都有助製造業生產經營加快，重新提供利潤空間。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呢，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运行状态的。所以说，总体上来看呢，企业对近期的一个市场的发展呢，总体还是比较稳定和乐观的。但系有经济师担心新变种病毒近期喺全球扩散，短期会影响制造业表现。会唔会话令到内地？以至全球各地佢哋都要重新係再實施一啲封關嘅措施啊，會唔會影響嗰個外需方面嘅需求呢？其實就會變成喺嚟緊呢幾個月嘅時候咧，內地製造業一個最大嘅挑戰。信貸嘅政策方面維持比較中性嘅時候咧，就令到製造業嘅嗰個投資咧就過去一段時間都受限。反映服務業表現嘅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11月微跌到52.3，連續第2個月下滑，但係表現好過市場預期。當局認為近期疫情波及嘅地方較多，令到部分行業受較大影響。温家偉預計內地今季經濟增長會放緩到4%左右，明年人大政協兩會之後可能會加碼財政刺激。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。港交所將會在明年第一季開始接受新股平台 Finny 的用戶註冊申請。港交所公布 Finny 的多項營運安排，將會在明年第一季開始接受用戶註冊申請，並且計劃在明年第四季啟用。到時新股由定價去到上市日，將會由目前需時的5個交易日縮減去到2個交易日。Finny 是港交所為新股結算程序開發的軟件平台。港交所在今年7月發表 Finny 的諮詢總結。內地股市普遍向下，內地製造業表現出乎預期重拾增長。上證指數高開之後升幅輕微擴大，下午曾經倒跌，收市微升1點。其他三大指數就反覆偏軟，其中醫療服務相關股跌幅較大，數據安全和軍工股做好。而累計全個月，深圳兩大指數表現比較好，累升2%和4%。六隻新股同日開始招股，但港股疲弱，加上港交所出年開始提高主板上市盈利要求，分析預料出年新股上市數目會下降。臨近年尾，多隻新股趕搭尾班車上市，六隻新股同日開始招股，合共最多集資超過123億。當中已經是深交所掛牌的內地藥物外判生產商海萊英，入場費是歷來最貴，一手要超過41,000元，集資最多75億，是六隻新股之中最多。
其次是顺丰集团旗下在内地提供即时配送服务的顺丰同城。市场聚焦两只下个月初挂牌的科网股，网易分拆的云音乐和微博，但微博招股两日仍然未获足额认购。新股市场未回暖，今季已经挂牌的新股只有10只，连同即将挂牌的股份大约有18只，较上季少33%，较去年第四季的46只跌60%。新股平台 Fini 预计出年第四季启用，有望缩短新股定价后上市所需要的时间，但港交所出年1月起提高主板上市盈利要求，企业三个财政年度累计盈利不少于8000万。咁如果嗰個嘅認購新股嘅日數能夠縮短嘅話咧，咁相對地要付出嗰個嘅孖展利息成本咧，亦都可以因為咁而下降嘅。咁今次咧提高個門檻咧，係有助提升翻呢個上市新股嘅質素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咁你中咗質，咁兩方面就自然會少咗噶啦。所以咧嚟緊我預計咧，明年上市新股嘅數目咧，會因為咁而下降嘅。兩隻大型股份已經通過上市聆訊，中國中免預料最多集資468億，商湯科技預料最多集資156億，預料可以帶動翻起新股市場嘅氣氛。無線電視記者張雪婷報導。